门，你看把孩子吓成这样，他已经把门开了吗？关什么花车，你又不热，我给他开了空调的。这车子居然活都没吓多久了，才一个多小时怎么啦？我一起回去车里面再赶紧上钥匙吧。知道啦。哎，我的钥匙呢？老公，我车钥匙找不到了，你把备用钥匙给我送过来吧。还要多久能给我送过来？还要半个小时吧。还这么久，赶紧砸车子吧。这么贵的车砸坏干嘛？这孩子重要还是车子重要？当然都重要啦。Miao-ke，再坚持一下，爸爸马上就过来了。我就没有见过你像记者打骂你，砸辆车子赔你脸，你给我让开！让你跟我走。水泼到我车上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她是我妹妹，太调皮了。回去好好管管。好的，好的。妈妈，你看，不好，这是情绪信号，赶紧去救她。怎么了，美女？刚才我没认出来，这是Miao-ke的同学呀。对呀，吴亦希，拿去哪里呀？我是她舅舅，我现在带她回家。我怎么没听说她有个舅舅呢？我才回来的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我早就发现你不对劲了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他舅啊，我还能是谁？别叫，你是坏人吧？我就是坏人，你们两个要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赶紧把他放了，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你知道欺负我妈妈？小屁孩欺负你们两个又怎么样？呀呀！有两下子。来呀！呀！啊！亮哥真棒。看看哪个人是坏人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不用谢姐姐。小妹妹，你真聪明，遇见危险知道向别人求救，赶紧回家去吧。小朋友，我是你爸爸朋友，他叫我来接你回家。我不认识你呀。走吧走吧，快点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。你还是跟我走吧。你跑得掉吗？听你有多少路，我要怎么把它罚到呢？有啊，哪里去了呢？嗯，这只鞋不是那个小孩的吗？肯定是走的小路，赶紧追！妈妈，臭腻呀！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的另一只鞋呢？有坏人接我。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没事，没事就好。我们赶紧走。孩子们要注意，如果被坏人追的时候，一定要观察周围的环境，不要时刻把自己的随身物品丢弃来保护自己。最后一定要寻求别人的帮助。哦，嗯，嗯，你想干嘛？没干嘛呀，我在锻炼身体。想不想吃？当然想。可是我不给。不给就不给，我才不想吃。你是罚在我妈。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山的海洋，撞击我胸。妙哥怎么了？爸爸保证你去拿酒呀。走，我们去找他。妈真香啊。好吃吗？真好吃。那你尝尝这个。我咽下去。